朱壮士请。徐建武在里面。请问贵武馆的主人回来没有？还没有。阁下三次来找徐师傅，来意可以说明吗？ 你做得了主吗？ 我能做主。哈，这就是朱天祥，在下徐敬武。久仰，不敢当。请问阁下要见家父的来意？朱某人学了几招三脚猫的本事，片为武林中人，这块匾。 有点看不顺眼。这是从前十年一度京师论武大会，各大门派送的。阁下何妨等京师论武的时候显显身手？只要武功无敌，自然是武林之尊。不必等那么久，我要摘下这块现成的。放心。 修得武馆，还不会以多胜少。<笑>也许是以少胜多呢。少馆主若是做不了主，朱某可以等几天再来。慢，慢点。 若是朱壮士能赢得了在下一招半式，但凭遵命。要是你输了呢？那算是朱某人学艺不精，侥幸不死的话，总要再来领教。李师叔，请各位师兄师弟替小侄把场。 学艺不精，以后再来领教。让他去吧。朱天祥，朱天祥，韩家宝若兰师妹不是许配给姓朱的吗？不错啊。他会不会去韩家宝借用玄铁神剑呢？玄铁神剑怎么会随便借？ 圣明之磊，本会失桥分舵，从今天起，由李继两任分舵舵主。
多谢总舵主，恭喜李舵主，多谢各位，日后还望多多提携。一家人了，不要客气。是，属下蒙总舵主不弃，今后绝不能让修德武馆也在石桥立足。不，在荡平修德武馆以前，你还要留在武馆探听消息。是是是，属下这次赶来是想到了荡平武馆的办法，不料先蒙舵主重赏。什么办法？徐母良、徐进武父子不过是剑术高超，如果让他们手无寸铁。你是说玄铁神剑？是，韩家三个女侠虽然本事不差，可是梅舵主的轻功到来不难，总舵主有神剑在手，还怕什么徐氏父子？擒贼先擒王，我在武馆等着，徐母良一回石桥，我连夜赶来送信儿。玄铁神剑。总舵主，属下请命去韩家堡。不，我跟韩家有些渊源，应该自己走一趟，白天做客，夜晚道见。少林护剑要紧。蓝妹。朱师兄。有贼？是的，往假山后边跑了。难怪我听见声音赶了出来，看见一条黑影翻墙而过，惊动朱师兄了。好、哦，没什么，我也正想跟你单独谈谈。蓝妹，关于我们的婚事。朱师兄，校服不满，我们的事眼前还谈不到。这是如梅说的。我说的并不错呀。爹在世行侠仗义，玄铁神剑早就出了名了，当然会招贼了。嗯，啊，朱师兄，嗯，二妹、三妹，大姐，朱师兄看见有人翻墙逃走了。哦，就是那个贼吗？朱师兄说，也许不是贼呀。哦，嗯，多半是对玄铁神剑慕名而来的江湖英雄，不愿意露本来的面目，不敢露真面目。还算是英雄，简直是狗熊。就算是英雄，领教过三位女侠的剑法，也不敢再来。
刚才朱师兄说哦，两位妹妹，玄铁神剑的名气太大，江湖上打主意的人也很多，我主张轮流看守，我跟蓝妹一般。朱师兄今天才到，怎么敢劳动呢？啊，何必客气呢，将来大家都是一家人了。大姐，那我们先去歇一会儿，武静来换班。好的。蓝妹。天祥。师兄。怎么称呼都无所谓，我只想让你知道，四年来我总是惦记着你。这些年你好吗？如今总算在江湖上小有声望，新创立的门派推我为尊。江湖七大门派不会反对吗？武功盖世，反对又能奈何？岳父一世侠名，我也绝不能辱没他老人家，希望蓝妹能够从权跟我到邯郸去。不，我们带着玄铁神剑同闯江湖，一定是所向无敌。让我去商量一下，父亲在世的时候说过，家里的事要多听如梅的主张。那玄铁神剑将来不是要归如梅执掌？嗯，到那个时候我们还能够插手吗？我不能违抗遗命。天祥，你不要怪我。我怎么会怪你呢？我只不过想这把剑名震江湖，能不能让我瞻仰一下？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。我只看一眼，以后绝口不提。蓝妹，朱天祥借去神剑，余姐随同以携剑归。小莲，快来啊！啊，二姐，你看，啊，大姐明明先写的是片曲，又不称呼师兄，一定是朱天祥骗走了神剑，这个面具一定也是他的。大姐事后发觉，就追了下去。姑娘，打尖还是住店？住店。好，里边请你。啊。如梅，小莲。啊，徐师兄，徐师兄，你们怎么也到这儿来了？哎，坐坐坐坐坐。啊，我们追大姐来的。怎么？你看。糟了，我就是怕她来盗神剑，结果还是来晚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先安顿下来再说。店家，哎，要两间客房。有有有，两间连在一起的，三位请跟我来。哎，客人来了，招呼一下。哎，是啊，里边请。哎哎，您请这边，请这边。哎，您跟我来，跟我来这边。哎哎，
还管城里的路。请洗脸吧。徐师兄，你先洗吧。小的给您沏茶去。哎，邯郸府有个青龙会。哎，是是是，三位是青龙会的好朋友吧？小的早就看出来了，跨院还住三位了。我们跟青龙会才不是朋友呢。啊，我们是想打听一下青龙会的情形。哎，这小的不知道了。在什么地方？不知道。好，你去吧。哎，小林，以后你要少说话。我们怎么能承认是朱天祥的朋友呢？万一他认识我们呢？你怎么知道？哼，车船垫脚牙，无罪也该杀，说不定他就是青龙会的眼线呢。总舵主，启禀总舵主，三霸天弟子投递拜帖。请三霸天。中霸天正二东继兄远海第三江拜上朱总舵主。三霸天弟子拜见总舵主。令师在什么地方？在城里高升客栈。上服令师，朱天祥马上到客栈供应。是。总舵主去一趟是对的。梅舵主有何高见？有个女人提到总舵主的名讳，打听青龙庄。这信送到青龙庄。哎，要立等回信。记住，一定要面交朱天祥，不要弄错了。哎，是。是不是这位？是。韩姑娘不是外人，那属下先告退了。没想到兰妹来得这么快，有失远迎。客栈不大方便，还是马上搬到 B 庄去吧。不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我那儿佣人使女都很方便。店家，哎，把这位姑娘的行李马上送到我庄上去。走吧。怎么往这儿走呢？那儿还有几位朋友呢。请请。青龙会的总舵主，我们都已经见过了。你还不告诉我们青龙会在什么地方？小弟已经替您打听过了。青龙会就是青龙庄，在邯郸以北十里路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哎，有事您吩咐啊。梅大爷。你快点备马去。哎，是。去去去。哎，快点。总舵主，是不是把那个人带回去？嗯，郑兄啊，这位绰号没影子，请。梅舵主回来了。嗯，
神剑，一面是百炼金刚铸成，吹毛可过，杀人不沾血，配以另一面的千年玄铁，能在十丈之内吸收万金，内力控制，收发自如。也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。哎，是敌手丧失兵器，所以本会的弟兄，刀柄上都包了鹿皮。吹毛可过，并不稀奇。杀人不沾血，哎，蒙起来，不妨试试。这几个娘们是用来试剑的，比我们在客栈叫的那几个漂亮多了啊。哎，可惜。三位对他们有怜惜之意，算他们的福气，把他们送到三八天的客房去。是，走。总舵主太客气了。应该的，蒙三位入会，以后仰仗还多。哎，等一等，朱总舵主，你先别拉近，要是光靠那把神剑逞威风，咱们三霸天未见得心服啊。嗯，哎，神剑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使用的，内力不强，西来的兵器无法摆脱，遇上更高的敌手，恐怕神剑都要让对方吸取。这么说朱总舵主内力高强了？也不敢妄自菲薄，那兄弟要讨教讨教了。请坐。见笑见笑，总舵主真是内力惊人呢！啊，哎，今后咱们三霸天在总舵主面前，哎，只好做这第二把交椅了。严重了，一家人别客气。来呀、啊，是，总舵主，请三位到客房休息。是。请。好，请走吧。请。等一等，他送给钟霸天，这个送给梅影子。是。总舵主，总舵主，去吧，好好的扶持他们。蓝妹，害你久等了。不要紧，请坐。才安顿好了三霸天，
等一会儿替你引荐。名不正言不顺，有什么好引荐的？谁说名不正的？总舵主夫人当然留给你的。不谈这些好不好？那把剑呢？在四大剑士手上，青龙会成为武林至尊以后马上还给你。武林至尊是修得武馆。我要胜过修得武馆。你要与我师父为敌？当然不会。哦，可是万一我要跟徐木良较量高低呢？你不是对手。所以我要神剑为助。为什么你一定要跟师父较量呢？武林至尊是江湖上各大门派推举的，不打败徐木良，青龙会怎么能够称霸天下呢？啊，如果真有一天我跟你师父一决生死，你站在哪边？我不知道，恐怕只有死。你放心，不会有那天的。但愿没有。没有人敢跟我决斗。只要我神剑在手。天祥，你这么说，神剑我也不想拿走了，只想看看真的在你那儿，我就放心了。总舵主，都送到了，他们说多谢总舵主。知道了。天祥，我刚才说的。嗯。地理署传令剑士把玄铁神剑拿到荣芳阁来。是，快点，总舵主等着呢。是。神剑物归原主了。未必。李继良来了，在品民斋。啊，二妹，大姐，朱天祥用神剑来做什么？他身为一派之主，恐怕遭忌，所以要立即防身。你信他的鬼话，戴人皮面具的那个人就是他啊！哎，不要再说了。我已经告诉他把神剑拿来让我看看，只要把神剑骗到手，我马上就走。难怪我们夺到的是把假剑啊。大姐，还是离开这儿的好，朱天祥诡计多端，不会把真剑还给你的。怎么呢？我们碰见了徐师兄，朱天祥的事他全知道了，刚才一起来夺剑中了他的诡计，小莲跟徐师兄都受了伤了。啊，伤得怎么样？还不知道。大姐，你跟我们走吧。不，我一定要在这里再把剑夺回来。那
要当心朱天祥。明天咱们房上见。好。总舵主，怎么样？修德武馆，掌门人回来了。好。总舵主既然得到玄铁神剑，事不宜迟，早去施教。光凭神剑，能治得了徐木良吗？加上梅舵主的迷烟，万无一失。如梅，怎么样了？时间太晚了，来不及多说。反正明天拼命也要把剑夺回来。明天来不及了。回家祭祖，何必这么着急呢？还有两个时辰，天就要亮了。我怕青龙会有事，想走走不成了。那我去收拾一下。好，我去叫他们准备车马。韩家宝去做什么呢？不怕他们是声东击西，您说是回家，暗地里去修德武馆。连若兰也中了朱天祥的计了，才会给你留下这样的字。亡羊补牢，现在只不过差一天的路程，我们追上去。先到石桥，你还是要去找我师父？不是，我们要去拜望他老人家。不是找他决斗啊？当然不是，我们要提早成婚，你应该禀明他。总舵主，没舵主，留在此地。等姓徐的点子。总舵主，不是看见瓦面上的留字说我们去韩家堡吗？哼，瞒得了韩若兰，恐怕瞒不了姓徐的。你留在这儿截住他们，大概今天晚上就会赶来。是。先去头店，我去抓药，顺便买两把剑来。好的。呀，来，客官请。
等了你很久了。徐梦良武艺太高，我实在不敢贸然下手。不要紧的，再想别的办法。我先告退了，石桥镇认识我的人太多。当心韩若兰到武馆去透露消息。韩若兰不清楚我真的要跟修德武馆为敌，我早就打算好了，明天我还要他陪我去拜望徐木良呢。啊，这太冒险了吧。放心，我朱某人拿得起放得下，别说他只是我没有过门的妻子，就算是我的亲生父母也妨碍不了我的大计，否则我一样要他的命。古往今来的大英雄大豪杰从不看重私情，手下告退了。许师兄，是我二姐。如梅，到这个时候你还胡闹？我一点也不胡闹，凭这身打扮我要独闯龙潭。刚才梅影子找上我，让我引他到破庙里把他给杀了。啊，你杀了梅影子？嗯，徐师兄小莲在这儿养伤，我呢就先赶到石桥镇给师父送信，然后冒充梅影子到青龙会找大姐联络。啊，那不是太危险了吧？不，有这么多法宝不会有危险的。舵主回来了。怎么不认识我们江湖三霸天了？啊，三霸天，哼，总比你没舵主不敢拿脸见人好一点。对，够朋友的，咱们见见面。哎呦，啊，妈，动手啊。哎，啊，真是给脸不要脸。嗯，慢着，总舵主。嗯，大家一家人，别伤了和气。哼，哼，什么了不起？姓徐的点子跑了，跑了啊！真有本事。是啊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，反正跟修德武馆决一死战的日子到了。来来来，干了，喝喝，再喝点。总舵主，
属下今天探过修德武馆，并无准备。我看一定是徐木良不在馆里，要不然你梅舵主也不会胡囵着回来。这倒不一定，梅舵主的轻功未必胜不过徐某人。那么，哎，我就跟梅舵主较量较量轻功吧，伤不了和气。哎，来日方长，我们还要留着点气力对付修德武馆呢。属下告退。梅舵主还是住在东耳房。我是想出去走走。哼，梅影子拜见总舵主夫人。不，不敢当。听说夫人是修德武馆的高足，仅三十年来，十年一度选举武林之尊的盛举没有了。秦龙会若想称霸江湖，只有跟修德武馆决斗。夫人既然是徐师傅的门人，你，如梅，果然是你，大姐。八戒，大姐，如今你该明白了。朱天祥他，我今天赶着去见过师父了。如果公平决斗，师父不会置他于死。可是他玄铁神剑在手，难免两败俱伤。大姐，师恩重如山，所以神剑我们非夺回来不可。哎，你回去吧。是。若兰，你的面子可真不小，梅舵主居然肯露脸了。属下告退了。天祥，嗯，你要跟修德武馆决斗的事别再瞒我了。你知道了。嗯，你到底承认了？天祥，修德武馆的信条是修德修心，练武练身，从不好勇斗狠。你为什么非要找他们呢？哈，青龙会不能在江湖称霸，必然被各大门派逼得瓦解。跟修德武馆决斗，是非得已，如箭在弦，不得不发。哈，好了，明天到了武馆看情形再说吧。天祥。要我留下来，
误，我没看着你的脸。啊，哥！又是什么事啊？又是没影子干的。住手！师傅，师傅。若兰，起来讲话。师傅，家父病故，朱天祥狼子野心，盗取玄铁神剑。我都知道了。弟子怕他仗玄铁神剑危害师父，所以。凭武功，朱天祥不会是修德武馆的对手。他要想雄霸天下，我会跟他公平决斗的，让他输得心服口服。但愿他能改恶向善，解散青龙会。这把神剑还是你收下吧，李师叔。若兰，你什么时候来石桥镇的？听说我是跟朱天祥一块儿来的。朱天祥不就是青龙会的头子吗？所以若兰把玄铁神剑盗来了，从朱天祥手里。是的。大师兄，不是我多心呢，这把剑会不会是假的？大师兄请想，朱天祥让若兰把剑盗回来，是不是让我们疏于防范的诡计？若兰怎么会呢？要是若兰与朱某同谋呢？李师叔，若兰，不是师叔我多心，现在武林中背叛师门的不肖弟子太多了。要怎么样李师叔才相信剑是真的呢？请大师兄查看一下。大师兄当然分得出真假。不必了，请师父看一看吧。好啊，若兰，你居然用迷烟陷害掌门人。迷烟？来人呢？李师叔，我没有。李师叔，我是冤枉的。冤枉你？欺师灭祖，誓师俱在。师兄们，我是冤枉的。他陷害掌门人，还不把他抓起来？总舵主，徐木良果然中计了。朱天祥，你这人面兽心的东西，用这种下流手段来害人。告诉他们。是。从今天起，武林之尊属青龙会的，修德武馆是青龙会的分舵，由我李某任分舵主。李师叔，原来你早跟朱天祥狼狈为奸。废话，徐木良中了梅影的梅舵主的独门毒烟，就是吃了解药，20个时辰之内也周身无力，所以就算醒过来也不是总舵主的对手。师兄们，你们都听见了，还不赶快想办法保护师父。是是。you
要命的，走开！武馆五十年来扶困济危，从不与人结怨。对，除非你把这块金匾挂到青龙会。哼，你就是抢去金匾，江湖上各大门派也不会扶你为武林之尊。没多久。嗯。把这块匾摘下来。是是。请，我们走。李坤舵主，随时当心徐静武回来。你这些人，总舵主放心，这些人全是心腹弟子。嗯。师父，什么事？没看见我送总舵主吗？韩若兰死尸不见啊！韩若兰的死尸不见了，还不赶快去找！快去找！快去！是是是。记住，找不到的话，以后不许再提。是。大叔，快开门！关门。黄大叔，师妹受伤了，你看还有救吗？啊，先抱进来再说。叔、啊。
荡平修德武馆全靠总舵主的智勇双全，利用韩若兰盗取假剑，真比王司徒的连环计还要奇高一种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总舵主，总舵主，姓徐的点子到了石桥镇了。你找谁啊？我是徐静武啊。啊，李师叔。李师叔。哎，仙子你回来了，小莲你也来了。嗯。出了什么事情啊？哈，进去再说吧，把马牵到后头去。请。这是青龙会的地方，本舵主要你的命。您的了，徐师兄，不准脱身。走，慢着，外边接他们。若兰，小莲，大姐，师兄，大姐，若兰师妹，家父，徐师兄，姐。
节哀顺变。啊，许师兄，师父被朱天祥所害，是我跟大姐亲眼所见的。朱天祥，许师兄，许师兄，让开！许师兄，请你先听听如梅的意见。许师兄，师父主持修德武馆，被推为武林之尊。维护江湖上各大门派几十年来相安无事，如今重振武馆跟报仇是一件事，不能全凭一时邪气之勇啊！我藏身青龙会，说动他们自己人火并，徐师兄就在黄大叔这儿，待机而动。刘师兄，你马上回青龙会，凡是有良心的师兄弟，都通知他们，徐师兄到了。是。这武馆的大计，你们三姊妹主持吧，我宁为玉碎。如梅，徐师兄，师父被害的时候，我在他身边，难道我能够平静吗？可是，大姐激动的结果是身受重伤，我几次要暗算朱天祥，可是都忍住了，怕的是一击不中，打草惊蛇。你看，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，才抑制住自己。我们要留着有用之身，为大局设想。如梅的话不错，贤侄应该留在此地，联络师兄弟们。等如梅有了消息，就可以里应外合了。徐师兄，刘进武会约来很多的师兄弟们，只有你才能够指挥他们。你的责任重大，不容你冒险。黄大叔，我得走了。这小子知道徐建武在什么地方，他跟别人说，刚好让我给听见了。在什么地方？他不肯说出来，我就把他两条腿跟膀子打断了。现在问他也是一样。刘建武，说，徐建武跟小莲躲在什么地方？哼！啊！说，说出来饶你不死。没躲住，怎么样？没追到。马上就知道了。他知道在什么地方？我听他亲口讲的。说，梅舵主出名的心狠手辣，不说有你的对手。如梅，梅影子，你杀了我吧！你不杀我，你也活不了。梅舵主，给他一点厉害。我受不了。说，我说。说，我要说，我。啊，原来是小姨子到了，怪不得去武馆的地道你知道。是吗？杀人的手法跟梅影子不一样。算你机灵，一直瞒着我们，还是难免露出马脚。可惜已经太晚了，徐师兄会要你们的命。现在你就活不了。梅舵主在哪儿？这还用说吗？就死在他的手里。哼，算你明白。总舵主，替梅舵主报仇吧。不，
如梅妹妹，你说出来徐静武藏在什么地方？不知道。何必狡辩呢？你杀这个姓刘的灭口，还不是怕他说出来？你问他好了，也许他知道。韩家三姐妹说他醉掉，斩草除根才对。不，我相信他会说出来。你等着吧。你不肯说，我只好委屈你了。哼，请便。啊，总舵主，把这个娘们儿交给兄弟怎么样？要说比口供，三霸天不比梅影子差。来啊，哎，喝点儿啊。啊，妈的，老子看着娘们骨头还算硬，才可怜你。硬骨头不可怜，软骨头才可怜呢。啊，你说谁是软骨头？三霸天。啊，哈哈哈哈哈！三霸天在江湖上是响当当的男子汉，是软骨头。哼，屈居楼落上自鸣得意，简直不如女人。什么？你看扁了我们三霸天？哼，他妈的！你怎么了？什么事？哎，他说咱们三霸天不如女人。什么？不如女人？妈的，老子宰了他！嗯，你们本来就不如女人。修得武馆弟子韩氏姐妹，大姐拼命护馆，三妹召集武馆有良心的弟子力谋复兴，我韩如梅独闯龙潭，威武不屈，比你们三霸天怎么样？江湖上传说中霸天英雄出众，哼，想不到文明胜似见面，韩如梅侥幸得生，一定对江湖上宣布三霸天卖身青龙会。不等你说出去，老子先宰了你。哼，杀人灭口，狗熊不如。我们为什么要杀人灭口？朱天祥也会这样问你们，就像我杀刘静武的情形一样。其实你们只是怕揭疮疤，没有听话的勇气。随便你怎么讲，先戳你两个洞再说。如果我怕你们的双叉剑，早就屈不在玄铁神剑之下了。你们为什么投靠青龙会？不外是怕那把神剑。铁器怕玄铁神剑吸走，木棍不怕。朱天祥一把神剑斗不过我们所有的木棍，他势必收起了神剑，让手下人跟我们打。只要他收起了神剑，这就足以置他于死地，最少跟他拼个同归于尽。同归于尽也不是英雄本色呀。哥仨真是现眼了。二弟，就算是修德武馆能够复兴，咱们火并朱天祥也得有点好处啊。哎，神剑归咱们。哎，我有主意啊。哎，好好。韩姑娘，我要是答应了你的话，你怎么来谢我？要我怎么样谢你呢？事情成功以后，嫁给我做老婆。江湖儿女敬的是英雄好汉，如果你能当得起这四个字，又何必问我呢？啊，真的？绝不反悔。啊，痛快。哎，你
们两个怎么样？当然听他的。哎，干嘛？松绑啊！哎，哼。欢迎您到清新茶馆，明天子时。什么人？修德武馆的弟子，修德修心，练武练身。哦。父亲在天之灵，保佑儿子现在去报不共戴天之仇，重振武馆。弟兄们，若兰留下养伤，我们先走。走。等一等，如梅有消息来了。徐师兄，如梅因为刘静武的事被朱天祥识破了身份呢。啊，如梅他求起来了，我也没办法见着。今天三霸天的弟子告诉我的，叫我送信来说，明天亥时李继良要带很多会众出门，如梅要徐师兄子时出发，里应外合。如梅怎么会让三霸天传话呢？朱天祥一出神剑，徐师兄他们就变成手无寸铁，就是我们要动手的时候了。嗯，你站着。嗯，我用师父拼斗神剑，你就站在我身后。哦，只要我一回头，你就向我刺过来，不必管我死活。哎，那怎么行呢？我们已经是……我自然不会死了，我只不过是用师父晃眨他的眼睛。哦，我明白了。等我的棍子要扎着你的时候，你自然就会跳开，我就哎。对了，黄大叔，徐师兄他们走了啊？走了？怎么？朱天祥知道我们的计划了？李继良带人害时出门是假的，都埋伏在青龙会的墙外边。啊，有埋伏。无能，连累了师兄弟们。什么话嘛！拼斗情形全部都被你料中了，可是到了紧要关头，自己人倒戈。啊，是谁？不，我不相信。
二姐会。不是他，徐师兄怎么会受伤呢？啊，如梅，如梅，他应该不会啊。徐师兄，你杀猪霸天的时候，如梅凌空踢你一脚，要不然朱天祥怎么能够伤得了你呢？小莲，我不知道。你也亲眼看到的。别说这个了，你们还是离开这儿，找个隐蔽的地方养伤药剂。大姐，怎么样？一败涂地。走，赶快走吧，出去再说。有人来了，快走。说实话，有没有修德武馆的人逃来？没有。生意人最好别搅进武林中的恩怨。生意人也不会撒谎，谅也不敢。再搜别的地方。您错杀一万，不能放过万一。走。看不出你也是武林中人。你大概是30年前的飞天豹子吧？听徐木良说，洗手江湖的飞天豹子轻功出众。你这只豹子现在还能飞吗？比做狗好得多。狗也会咬人。慢着，他跟姓徐的有关系。搜，仔细搜。徐木良是你的朋友，徐静武的下落非从你身上找出来不可。说，徐静武在什么地方？哎，这真是个好地方。
小时候淘气到这儿来玩，哼，想不到现在倒有了用处了。若兰，师妹，我们就在这儿养伤吧。嗯，好的。邢师弟，请你去通知各位兄弟们到这儿来。是。邢师兄，你要当心二姐，尤其是她手下的那些师兄们。好的。小莲，小莲，你不能再有这种想法，就算是你说的对，如梅也一定有她的道理。是，大姐。不过这个地方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，我怕二姐说出去。我不相信如梅真的会投靠青龙会。不会的。我担心的是她跟黄大叔的安全。送行，绕大路去陈向坟。我不行了，去找徐师兄，快逃，远走高飞。好。找徐师兄。你回头走，迎接总舵主到这条路上来。是，你盯着他。嗯，他要是跑，我就……嗯，走。
徐师兄，有人进了幕后的竹林。啊？几个人？一个人，直奔古墓来。再上去看看。是。徐师兄，现在有人来，一定是二姐指引的。小莲，对如梅不能总往坏处设想，先弄清楚来人再说。嗯，好。如梅大姐，你来干什么？徐师兄，朱天祥就要到此地来了。啊，嗯，是不是你指引他来的？你，秦师兄，如梅是一个人进竹林的，他不会派别人吧？是我派人引来的。啊，徐师兄，我跟黄大叔从青龙会逃出来，发现中了朱天祥的诡计，我将计就计，让黄大叔绕大路引朱天祥到此地来，我自己穿过竹林赶来送信。三霸天不死，我们还能够多几个人打头阵。哎，可惜我的计划没办法先跟你们说清楚，以致功亏一篑。那天的安排是钟霸天假装杀我而杀了朱天祥，我跳起来看见徐师兄在杀他，凌空一脚是想挽回这件事，想不到伤了徐师兄。二姐，我错怪了你，现在还谈这些做什么呢？徐师兄，赶快想办法对付朱天祥啊。在幕后的竹林里决斗朱天祥，我们在这拦着他们。是的，好，在此地挡住李继良他们。徐师兄，黄大叔来了。如梅，你们还没走啊？黄大叔，黄大叔，先知，快走。如梅，你料得不错，朱天祥他们真的来了。朱天祥，敢跟我上去决斗吗？杀！就这样能对付得了玄铁神剑吗？
徐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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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徐师兄。